混双男的双数位，就是右手，右手往前放往后，对方女的推挑反手位，或者回放，男的应该如何应对？回什么球比较合理？我讲一下啊，它主要是这个，你要结合这个场上的变化来啊。举一个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，就是常见球的处理方式啊。一般这种球呢，我们会以软压为主，就是不能软啊，但是你要让那个球就多多少少得发点力。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呢？就是我在这边呢，比如说这个是我的女生啊，比如说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，这个是我的女生，我在这边挡了一个往前啊，然后对方挑我头顶这边，对吧？那我转过来了之后，这一拍通常我们会要求加点力，不能软。不能软是什么意思？我先做一个错误示范啊。挑被动啊，这个是错误示范，这个就是软的。这种球呢，因为我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被动的状态，对吧？对方有可能就会抓我的球，那我如果是球比较软，就容易被扑。那么为了去打破对方的这种预判，压制住对手，有两个字叫做养攻，就是你要感觉你要进攻，就但是你可能你进攻也不会特别强，但是我表现出来我要进攻那个态势。怎么打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再来一个啊，就是我被动时候我还是得杀过去，但是这个杀球呢不是为了去得分的，而是为了去限制住对手，不让他来抓我的球啊，他主要起这个目的。所以说我们这句话在专业队的讲法叫做被动球不能软，被动球不能软，就这个意思啊。特别双打的时候，你一被动他就上来了啊，你软那个女生他就抢上来抢你了。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下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够去杀一拍，那个女生如果她不懂这个套路，她就往前跑，那我这拍杀球居然是软一点的杀球，是不是有可能就得分了？你们看一下这种效果啊。这个球是不是我有可能就得分了？换一种打法，这是不是就丢分了？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被动球不能软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好吧？